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sse。这几年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鼓手在自己的装 set 里面加入 DF Hi-Hat 还有 Stack 的设定。那很多人都会很好奇，就是说这样子的组合需要什么样的硬件来做组装？所以我今天要来介绍 Pro CLH930 Close Hi-Hat。